哎呦我去，真上去了，这玄学真有用啊，兄弟们。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和平竟然跟变形金刚联动了。作为一个变形金刚迷，那必须得整一下子啊。咱们看看新款的大转盘七星一共要花多少钱。要是搁前两年呢，这五套皮肤必须得全款拿下，但是现在你饥饿也拉了，以前那都是某东 plus 会员购物，现在也开始用多多了，所以更别提现在买皮肤了，那必须得精挑细选一下子。我这次只要星星队长、阿尔西以及擎天柱的皮肤，这三套下来得5000碎片，这一个七星只有4300的碎片，还好呢我之前剩了1000多碎片，所以多少是够了。老规矩啊，我还是先准备了3万点券。之前氪金呢，你们都说我是大冤种，这次呢我也学学网上的玄学偷车。啊，不是吧，这一升二都得保3次才能上吗？不过还行，二直接升4了，多少算是点安慰吧。来4升5，哎呦我去，又是保3次才升，看来必须得使出我在网上学的玄学了啊，把帧数和画质都调到最低，据说这样可以让系统误以为我们是廉价的设备，然后升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。来，让我们试试这招好不好用。好吧，看起来好像不太管用，不过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完了兄弟们，又是大保底，这招也不好使啊。这6升7的话，看来得使出我的究极玄学了，就大转盘转起来之后咱们直接大退一下，然后再上号。来，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升上去啊。哎呦我去，真上去了，这玄学真有用啊兄弟们。这我也不知道这是运气还是真的玄学兄弟们，但是我建议大家抽着使用，最后关键一下子一定要大推一下。有不想抽大转盘想直接买车皮和碎片的可以联系我，这些皮肤和车皮都有，需要卖车皮和碎片变现的也可以联系我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下期视频呢，我会给大家评测一下各个皮肤的手感，点关注点个赞，咱们下期见。